北韓領袖金正恩高度評價北韓同中國嘅關係發展。金正恩琴日下晝喺平壤萬壽台藝術劇場觀看中朝文藝工作者第一場聯合演出，佢對朝中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給予高度評價，又感謝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同中共中央派出中國藝術家到北韓交流演出，話訪問將會有助鞏固朝中傳統友誼。南韓傳媒分析認為，喺朝鮮半島問題上逐漸形成美國、北韓、南韓三國為中心嘅局面，中國嘅作用逐漸萎縮，所以希望透過同北韓進行藝術交流，強化兩國關係，穩翻主動權。